Hello，只是说不用再到学校的这个，不用再到学校的这个那个了，不用在学校那边两边跑。你方便来到哪里？今天瑞幸有活动，9块9一杯，然后大家都喝。我们中午也想点的来着，就是因为要喝的人太多了，他那个门店都关了。中午是不是大家都在上班呀？要么上学？对呀，还在上学，现在就在寝室里呢。然后我刚刚开题答辩完，居然，对呀，现在就开了，你居然又看到了，真是非常的这个叫做什么巧呢？穿衣风格怎么了？就是为了让老师就是觉得我是一个乖学生。咱们就是谢谢不是鱼新送的摇摇马，为了让老师觉得咱们是一个乖学生，所以我穿的很乖，你不觉得这个很乖吗？对吧？哎呀，这个角度是不是显得我脸特别的大呀？看一下。Yes，我在直播，我找个办法，我想个办法把它垫高一点。等一下哈，这个视角属实有点不行。嗯，稍等，后面应该没什么不能看的。后面就是我的对床，切镜像，因为镜像那，断片了，因为不镜像很奇怪，我自己看这边就有点奇怪，然后希望你们看的是正常。来了，回来了，还拿了。梳子，这个梳子是我专门为了这个，就是让头不要这么扁买的。这样，哎，这样也是有点非常不合适，不合适。好怕手机掉到杯子里面，杯子里还有水，应该掉不进去吧？哎，掉不进去，太好。是的，是的，是在学校。粉紫色，yes，我是粉紫色。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把头梳蓬一点。今天我本来想，hello，我本来那个什么来着，只有一个镜子，然后我想说一定要带回来，因为今天要化妆嘛，化妆给那个。给老师留下一个好印象，但是我忘记带镜子了。我今天化妆的镜子都是借的同学的。我们学校先保密，专业我们专业是行政管理，一个文科专业，月薪3000的文科专业，这是我同学给我的镜子，梳一下头。然后我发现，开饭，对啊，就我有很多这种碎碎的毛毛，你们看，这都是这种毛毛碎碎的，但是也不长长，但是也不会变短。哎呀，我发现就是没做造型的时候，直播头发就是很容易乱七八糟。就这样吧，这样播。下午好。说什么的来着？哦，就是我之前不是说我在公演之前上那个化妆课，不会化就是浓妆嘛，不会化公演妆。我每次化完妆都被老师说。
是准备晚上去。那个，我再画浓一点什么的。我就是每次都感觉自己画的太淡了，到现在就是慢慢适应了公演的化妆风格。啊，有点卡。我刚刚因为卡，我重啊，好了是吧？OK，就是说什么来着？哦，然后我刚刚想，我说去答辩的话，咱们就是突出一个乖学生，要走那种就是听话的人设，听话的路线。所以我就是等一下，所以我就是想要画一个淡妆，画一个我原来那种就是伪素颜妆。发现自己一下笔就有点公演的味道就出来了，非常已经习惯公演啊！这头发，我今天为了就是画完，我今天画完眼就是眼睫毛之后，都不敢画眼线了，因为眼线一画就真的妆感太重了，眼睫毛的妆感就已经有点重了。今天我还没涂睫毛打底。答辩只能说道歉。对，我本来已经准备好了，就是老师提出什么问题的话，我就说对不起，老师，是我这个思考的不周全，我之后会改变的。一会儿给你们重现一下我的这个答辩现场，我先把眼线画上。是开题答辩，不是那个论文答辩。如果是论文，距离论文还有很长一段时我就没有办法参照别人是什么那个。哎呀，最近的脑子怎么这么？靠别人的过程，然后来评判自己的这个答的辩是好还是不好，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就上去讲，自我陈述，陈述。现在呢？还卡吗？我面试48唱的《夏天的风》，跳的 Yes or Yes 啊？什么啊？现在呢？现在卡吗？没有人回答我，卡的就是动不了了。大家，不会吧？哎呦，烦死了！现在我又能看到你们的评论了，我连校园网也不行，连就是开流量也不行，我都有人说卡，我刚才已经换过一次了，现在还卡吗？好紧张呀，怎么感觉还在鬼畜吗？真的好了，真的吗？真的好了，紧张的我汗都出来虽然开着空调。
卡的，我就是搞不懂什么时候卡，什么时候不卡。我同学，刚刚还在答辩中，他们说现在前面太慢了，要回来休息一会儿。果然又出现了突发情况，我甚至有点儿就是说，但是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总会来，确实确实。我先把你们的人设写在编辑里，不然一时内会有人问。你在打视频？没事，就是跟朋友一起，不然。我以为你在开那种工作会议。哦，那不是，那不是工作会议。Thank you，就是你的，当朋友了，确实。咖啡，到床上先，大家，又要等待，又要等待，yes，熟练，熟练，一切都是最好的缘分。这根吸，我 WiFi 也用过了，流量也用过了，怎么会这样呀？上次打也不卡呀，对吧？上次也是这个位置，一模一样的位置，真好假好，我已经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了。一会儿我结束了去看看到底有，一会儿我结束了去看看到底有多卡。好，保持住，保持住，不要再卡了，保持住。真的吗？真的吗？对，所以嘛，刷抖音。现在，你们刚听到我讲咖啡的事儿。没有的话，我就重讲一遍。卡的讲，卡的听不见，真的没有。就是说，这个是我点的9.9优惠的陨石生椰拿铁。你们看，它是有这个波波可以吸的。然后他给了我一个什么吸管呢？细的吸管。上次在也是这样，生气死我了。幸好我自己有一个粗的吸管，而且是感觉一年了，这吸管留下来，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选择。芋圆、珍珠、波波都喜欢，确实，我每个都喜欢。我就是那种会把。天呐，我今天这个美瞳太大了！我现在听到"凯"这个字儿。只是想聊天罢了，连天也不让我聊。只是想聊天罢了。明天也不让我聊，真的很艰难，真的很艰难。不知道，我发现手拿着刀还真的有点儿，真的有点儿那个。今天可以，我也去吃塔斯汀，好，那我们三个一起吃，惠伦也要吃，那我们四个一起小红吃，书惠伦。好，OK。
现在不卡吧，跟你们讲我答辩的事。不卡吧，我真的很害怕，我一开始讲就卡，我心里留下了心理阴影。就是首先我是第一个，我上去呢，我说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行政管理的徐佳佳，然后我的研究主题是什么什么什么，阐述了一下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啊，不是不是，是行政管理的徐佳佳。你知道张欣他每个人都说好久。教师都插不上话，然后我就是说完了，说完之后，我感觉马俊在那里生无可恋，因为他感觉好像没什么敢说的。那是马俊，那是马俊呀，干嘛？我也觉得他长得好像张小厨，后来我仔细想，他应该是马俊，而且戴了眼镜，因为他戴了眼镜。然后我就说，老师问我。你选取的这个案例，你选取的这个案例典型吗？我说，就是我准备他说，因为他问我你选的案例典型吗？然后我想说，我觉得典型，然后说一个理由。我刚说出我觉得典型，然后没马上再说理由了。我说这个案例在行业的那个是非常先，就是做的服务是非常尖端的，非常前沿的之类的，不要讲这些话。我刚说出我觉得典型，深吸了一口气，马上要讲那个就是后面的理由的时候，老师说，不能你觉得，怎么你觉得典型就典型呢？他说你要什么什么理论支持什么什么，可是我本来就要说这个理论支持，只是被他打断。但是我如果那个打断老师的话，是又有点不太好。我只能就是先听他讲完。对对对，我本来想说老师你先别急，但是我觉得老师讲话又非常的快，我就语言幼稚。我感觉吃东西完全就是靠嗅觉吃，就是你吃东西好的，你忙你先忙。不对啊，就这样走了，也不表示一下。啊，怎么会这么卡？好逼亏，好逼亏。忘了。对。很难说满不满意吧，因为我陈述是用了2分钟，然后老师跟我讨论，给我建议给了5分钟，就是我用了7分多钟。我一开始以为就是有点不好，但是我是第一个嘛，没有参照物。但是后来我看第二个和第三个同学，他们一共都用了10几分钟，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还行吧，就是不算好也不算差吧。对，问题不大。说起这个老师跟我导师对接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的导师跟答辩的老师不是一样的嘛，然后我说的那个。什么来着？他们提出我的很多问题，其实是我的导师给我改的，就是我原本是没写这些问题的，导师给我改了这些问题，然后被这两个答辩的老师说你这也是没有必要的。那我该怎么说？我又不能说，就是我不能纯把锅推给导师吧，我不能说这是我导师叫我改的，这样好像也有点对导师有点不好。反正我就是说好的老师。哦，原来如此。本科生导师也会帮忙答辩吗？我以为只有什么研究生博士生导师会什么舌战群儒之类的。高考考完语文，现在是不是在考数学？看一下热搜，今年的那个语文题目也有点那个呢。哦，导师会帮我，好，休息一会儿呗，反正我们两个在最后。热搜第一，高考作文简单。已经化妆了吗？
他画了吧？我都看出来他画了。看得出来，我就问一下。啊！哎呀，烦死我牙齿好黄啊！但是我还是继续喝咖啡。我买个美牙齿的，买那个美白牙贴。对，那个还挺有用的，我以前用过。真的？对，就会显得牙齿很白，而且很自然。那个美白牙贴不错，不错。要一直用，不然的话没有写。现在热搜上全都是高考语文，可能是因为只有语文大家能够讨论得懂吧。现在是什么数学之类的什么东西全都讨论不懂。你用的牙贴什么牌子的？我看一下，你想买吗？嗯，我很久之前买的了，大概是大二的时候买的。牙贴，我觉得直接去洗牙比较划算嘛。嗯哼，不是，你不可能，比如说你在遇到那种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用一下。我觉得还是我牙也有点黄。自己买个冲牙器呗，那个当时那个我的牙医让我买个冲牙器。有道理，我也想用。我这次我用的那个舒克。啊，舒克，对，好，还挺那个的，好像是舒克，好耳熟，感觉在抖音上刷到过他的那个广告。就是牙膏，不是，反正就是它就是牙齿的牌子，反正我觉得是挺好用的，口腔的牌子。当时我好像是买了多少个洗牙，其实我感觉有点，对对对，都是推广洗牙，我觉得其实有点那个，因为我一开始的牙其实更白一点，然后。我想他们说去洗牙什么的，就是牙对牙齿健康好嘛，洗牙结石什么的。我洗完第一次牙之后，牙齿就变得有点点米黄色。我知道那个米黄色是牙齿牙釉质真正的颜色，但是它洗了比我没洗之前还稍微黄了一点。哦，我好像，哎呀，我到底买的哪个牌子？我不好意思，我真的忘记了。好，没关系，反正都差不多了应该。我现在又感觉我好像是买的 BOP。嗯。我真的有点不知道我买了哪个。BOP 是什么牌子？就是以前很火的一个漱口水吧。哦。天哪，原来我退款了这么多东西。一会儿看看 ，OK。什么时候回上海？明天的晚上回去，后天就要工作，然后过两天又回来考试。我以前好傻瓜呀！我以前还买那种脱毛膏的慕斯的东西，慕斯的。哎，眼睛又滑屏，也还好，也还好，比之前好点儿，不辛苦，不辛苦。天哪！沈佳玉，你可以看一下自己退款的。自己以前买的在做这个新媒体运营，感觉以前的新媒体运营有点差劲。退款的对，我也看过他抖音上的 cut， 就是那个谢谢爸爸谢谢妈妈的那个，对，要兼顾还挺那个。幸好我已经大三下了，只要写那个。写完毕业论文，还有结一下课就行。如果是大一大二的话，真的会受不了。大一大二我真休学了，要么就不会选择这工作。大一大二坐高铁一趟，从我们学校到高铁站是半个小时，从高铁站到上海虹桥是接近一个小时45分钟吧。然后从虹桥到宿舍又要2个小时。所以说，对，嗯，是的，所以说。那我怎么听？嗯。张静怡的马哥的张老师。什么？什么50分钟？高铁50分钟吗？会不会张静怡也不知道旁边是谁？说实话，其实我也不太常清楚高铁坐多站和从高铁站到宿舍，我都是要自己走，就是自己经过的嘛，所以我就要看高德地图，看要多久，要计算时间，不要迟到了。但是只要坐上高铁之后，我就不管了，就是躺下来就开始休息。所以其实过了多久，我自己没有太知道的那个，没有太有数。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怎么看起来像秃头？搞一下。看我干嘛？你吃的什么？面包片啊，昨天吃买的。你回来吃生鲜。这个好喝。嗯，大三鲜啊，大三鲜。我有点想去你们教室听一下你们老师怎么批人，感觉批的还有点厉害。对对，快了，快到大四就可以实习了。疯狂输出。我们那个教室还好，其实他张校的人吗？嗯，他但是他声音没有那么大吧，他就是会说你这里这里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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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讲话听不懂的去。对呀、啊、对呀、啊，好吧。所以我说他讲话就是感觉在爆炸。他老讲一些让人很难理解的话啊。还好吧，我上次他就是跟我那个的时候，他也跟我聊了接近40多分钟的天。对，然后反正他给我的建议我是感觉有点没太听懂。那他给我的建议我都觉得还挺，幸好他不是我导师，不然我就是会完蛋的，我会痛苦死的。那我觉得他其实发文字好，如果他说语音就完全。对对对。哎，怎么感觉这个角度有时候好看，有时候不好看。聊了一次嘛，然后他好像把我的名字记住了，然后反正，然后我有什么问题，就是，比如说他讲的我不懂的，然后就会直接说，我说这个什么意思？然后他说，那你听过什么什么吗？我说能听过。他说这个什么就是什么，你们知道大数据杀熟吗？知道呀。我当时就是他讲了一个东西，然后他讲的这个词，然后没听清楚他在讲什么。嗯，然后我听成了杀生。然后我说大数据杀生是什么，他说啊是大数据杀熟，然后他就开始解释一大堆，然后我觉得啊那他也那个的，他没有，就是因为我后来想到大数据杀熟这个东西还挺就是很就是基础的一个概念，他就愿意给我解释。确实当老师是要这样。对，然后我觉得他人还挺那个不是固定时刻，就是说那个巧合今天和昨天是巧合，一般不在这个时候。我在宿舍。没事，又看啊，嗨嗨嗨。我现在听到卡这个字儿，我真的是内心很崩溃。好，不笑了，咱们现在是高冷言系这个，不笑了，加油。无声的看也没事，因为我也是无声的这个。我现在就有点想吃东西了。吃晚饭。我们要不先去吃晚饭。别发疯。现在才2:21。那我打开门就直接冲过去了。就我们先下单。哦、可以啊，我也想。我们要不3点多下单，我怕到时候他就很忙，因为他不是今天是最后一天试营业吗？我们可以3:30下单。谢谢。我刚刚也想过，我说就是因为我不是要去，我以为要去拿瑞幸嘛。我说既然都走到那边了，为什么不直接把彩色厅吃了？但那个时候应该才2:30。我先走了。哦，高冷。忘了。怎么会一笑就卡啊？校园也差不多，那我跟你一起吧。对呀、啊。
现在才2:22。就我还要给蔡斌说他不在。因为这个，他那个教室能指望的只有我了。他为什么不在？他阳了。啊啊啊！好吧，好可以。因为他跟魏璐、跟李文静他们全部吵过架，然后他只能指望我一台手。好搞笑啊！为什么跟那么多人吵架？不知道，反正有矛盾来着。天哪，这样看着我腿好细啊！因为今天不是这个微信活动，所以喝的人很多嘛。他们的预就是叫什么预我的脑子怎么回事啊？哦，他们的预计时间是2:30，然后我想说我2:30出去拿的话，但到底2:30吃一个什么饭呢？对，怎么回事啊？我的脑子是不是真的不好？不能再熬夜了，头好痒，感觉长脑子了。有人吗？有人吗？没人了，没人了。大家可以那个，大家可以就是从我的朋友角色扮演结束了。你好，你好，你好。嘿嘿，现在可以出声。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不然我干嘛无声？谢谢百事可可乐送的十个小礼物。他们真的不在吧？到时候我卸完出现，我真的去崩溃中，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要答辩的，只是还在排队，所以现在就时间差不多了，他们就过去了。真的没人吗？Hello，有人吗？在放飞自我。刚刚在演默剧，是的，刚刚你们的人设是我的。哎，等一下，这个动作有点傻，是说实话，但是没事。啊，又卡了。好好喝的生椰拿铁，生椰拿铁是完美的，是好的不得了与完美。哎，这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上面飞过了一个那个我没看过的那个？嗯？真的假的？不会是在骗我吧？啊，尊贵的特效，它这个尊贵的特效，挺模糊的呀。不知道为什么是我手机的问题吗？它这个尊贵特效飞进来的时候，就是字是暗的，然后就飞到那个你们的弹幕上边，我还没看清呢。VVIP，确实可能是吧，咱们第一次见。生椰拿铁是好喝的不得了与完美。谢谢片片送的荧光棒，这次有听到吗？这次是流畅的了吧？是正在直播，因为今天化了妆，然后刚刚开题答辩回来。哎呦，天哪，这个尊贵的这个特效怎么跟你们的框还不一样呀？我以为只有紫框和黑框，没想到还有一个粉紫框，这是什么？这就是我的应援色。对，我其实在出现这个前，我其实不知道这个什么 VVIP 的这个框是粉紫色的。但是我的应援色确实是粉紫色。什么？我看一下。真的耶！它这个下边怎么还有那个，还有字母？我要凑近了看才能看到。如果远，哎呀，
大家好会呀、啊！谢谢大家。嗯，但是这个不合理呀、啊。咱们就是说，如果是那个隔壁的话，咋在口袋房间里还有这个专属气泡？应该是别的吧，自定义。啊，啊。还有这种事哦，我好像看到过卡特，但是我没有点进去看。在这里相认了，大家都偷偷的看，然后哎，这一发现怎么都是熟人。无论哎。好像是说，无论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在哪里遇到的粉丝都是同一批粉丝。原来全世界只有300个人在翻偶像。嗯哼，共享粉丝。说实话，有时候感觉偶像只是你们粉丝之间 play 的一部分，大家其实就是在开心在交际里面，偶像只是在台上提供一个 BGM 吧。共享粉丝太多了，其实我还不太知道谁，我跟他共享什么，共享谁呢？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坏事儿吧，因为咱们不是那个，我跟他关系也很好呀，对吧？而且因为我们两个是室友嘛，生活里总有提到对方的地方，就是然后粉丝就是如果是一方的粉丝的话，也会很怎么说呢，很好奇，诶，他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另外一个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就去看看，对吧？这样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嘛。饭韩团的在塞纳河相遇，咱们最近的趋势好像是河粉在韩团粉丝里相遇，好像是叫什么来着？发现一个同单的韩团粉丝，点进去一看，哎，是河粉。最佳拍档，说实话，就是别的那个同期生，别的同期生还那个叫什么，问过我们，他说：“那你们两个是不是明年就最佳拍档？”我是觉得，因为星宇跳舞很好嘛，我想说，要不就是我怕连累他，你们知道吗？如果他跟我一起拍档的话，他就可能跳不了那种哐哐大跳的舞。所以我怕有点连累他，我想说要不就是看他有没有更好的跳舞更好的选择。当然我可以，哎，这么一说好像有点点就是有点点备胎呢，你们有没有觉得？但是我还是挺说出来有点点茶茶的，但是我内心想法就是他可以先去选别人嘛，如果说没有好的再来选我也可以。我跟若琪，我觉得若琪也是，他是比较有这个，怎么说呢？他可能也要找一个舞蹈好的。挖野菜，开挖。我回学校还觉得我回学校还觉得我长高了呢。我跟我室友比，我们两个都穿拖鞋在那个镜子前洗脸。突然觉得我比他高了好多，以前我感觉没比他高那么多的，难道说21岁了还能再次长高？咱们再长高一点，养成一个乖，乱讲的。其实我还是比较想当花。
是觉得我没有再长高了。真的吗？今天漂亮？哎，说不定，我觉得就是体态，就是以前我可能就是会有点点驼背或者怎么样，然后我那个就是努力在调整了之后就是舒展。没有想当过啊，没有想当过，但是未来的事情谁都说不准。我进去的时候入职体检是165，就是跟我写的身高。甜瓜也是瓜，好吧，不懂你们的口味，不懂不懂。165，谢谢那天与你邂逅的这只兔送的巧克力。165，然后，但是现在会不会长高了呢？但是也只过了5个月，大家都夸我，挺好的，挺好的。那我就努力再进步，再进步。我还是有点就是头前伸，然后那个有点点驼背。下午好。哦，确实。哦，是我问姐姐了，她就发给我，我还以为。是群发的，原来要问了才有。你好，你好，每天都是第一次来是吧？每天都重生，每天都是新的一天。粉丝吃瓜风，确实，就是我在出道前我也想过，要不要就是那个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人设，就想一个什么样的路线，想了挺久的，最终还是决定顺其自然。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装一个什么样的人设的话，他总有一天会装不下去的，就是装得很累呀，总有一天会就是露出马脚的。对对对，我还是说顺其自然。而且我这个人，你们看我上次和这次打电话就知道了，我这脑子转不过来呀，我这是装一装马上会错误的。别，我觉得还是为难，别为难自己了。别为难自己。哦，王宇轩，可以。其实瓜还是花，这个还是主要是靠心态。我觉得当瓜的话，要么需要帅，就是性格里要有就是比较少年气的那一部分，就是比较那个对啊，万一我给自己打造了人设，我自己没记住怎么办？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小说，就是我之前看过，就是他装失忆，但是他就是喜欢他的那个人把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点都写下来，他后来装着装着自己忘掉自己失忆了，不，自己忘掉自己说过这个话了，然后就是装出了不一样的人设，被爱他的这个人发现。我还是不了，咱们就是顺其自然。哦，很难说呀，咱们走一个尚未分化路线吧，行吗？先养成着看看。真的装不了一点儿，我装一下就会忘记，就会翻车。一分是什么？哦，是那个，懂了，之前片片送的那个0.1分，我也在看到，对，怎么都没特效的，送荧光海都有特效呢，吝啬，大王吝啬，不让我们看看特效，哎，说。举酸了，我换一个手。哎，好了，跑了。谢谢片片送的0.1分。一分要啥特效？但是一分，
是不是比荧光还贵呀、啊？我记得是，但是荧光还有特效呀。给点嘛，多少给点儿。不过，对吧？贵，确实确实。没有呀，不是你让我叫你片片的吗？那你叫你水煮肉片也行。哦，这样。不过确实，你们想，如果咱们这种直播间是，说实话，说实话，我很还是有点担心这个同学还在寝室。我每次说到什么直播间、什么出道这种话，我就是心里会犹疑。虽然我知道他们已经走了，就是像我们这种直播间，嗯，可能送的，哎呀，这样一说也有点怪怪的。反正就是，见到这个的次数比较不频繁嘛，对吧？不频繁，所以如果有特效的话，就还挺好看的。但是你们想，如果总选到来了，到 top 的直播，到 top 的直播间里，就算零点一分一分都有的话，那不是被淹没了？我觉得可能有这个考虑在内，啊，计分的那一条框有呀有呀，我能看见呀，你们看不见？我能看见你们的 ID， 大眼特眼，可以可以可以。啊，你们看不见，我能看见，我能看见。打不了分，那就不打分。没有没有，他们三个都在考研，对，他们三个都在准备考研呢。我家人也叫我考研，我的舅妈非常非常想我考研，她说现在的大学生学历不值钱，只有考研就是那个才可以。但是我说我真的不是读书这块料。对啊，文科考研能考什么？考心理学，考那个社会学，反正就是考这些。我能看到，我能看到，你们看不见，但是我能看到。这些，哎，你们说嘛，心理学，什么图书管理学，这些研究生读出来也不是我那个，确实就业面也不是很广，对吧？我也是文科生，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那个吧。嗯，我以前也想过考公来着，后来就不太那个。能考研尽量考研，我舅妈也是这样讲的，看你第一学历嘛，对吧？只看本科学校第一学历，但是直接上高速，很不一样的选择吧，对。考公，我大一刚进来的时候，因为我是行政管理专业嘛，嗯，好的，行政管理专业，然后想说考公，那就是肯定要试试的呀。我大一大二都在为入党努力，然后现在入到最后了，就那个，因为我去半工半读了，就没办法在学校每天上那个党课，所以就没办法那个。确实是的，没有，应该没有吧？据我的了解是没有。差什么？差哪里？哦，差一点我考上入党了是吧？咱们现在是入党积极分子，但是还没到发展对象。到发展对象要每天都上党课，在我们学校，我没办法每天上，所以我就发展不了对象，然后就不能成为预备党员。我为成为这个入党积极分子，我的大一没有一个周末是闲着的，每个周末都去做志愿，攒那个工时。
整个大一没有一个周末不不。越看我越觉得顺眼，有眼光，为你点赞。对，张诗芸前辈，他不是去那个吗？他是拿到外国的 offer 了。早啊早啊，我是温州人，我是温州人，变成复读机了。张诗芸前辈的那个 offer 真的是好。不是不是，我的那个志愿内容是在图书馆里那个整理书架、扫地、拖地，然后引导小朋友，还有什么办活动，让小朋友过来开就是玩，像那种六一游园会一样的。然后还有想一下，除了图书馆，我那哦还去过村里面，去村里面给老人那个就是帮老人送温暖。在党校里打架，你也是六的。EZ 有一个推特，对，草子哥是不是扮好人，哎呀哎呀，是帮老人送温暖。入团都是这些呗，志愿活动都是这些呀。只看过一次，再看他就走了。确实，我觉得 U 他去的是 UCL 吧 ，UCL 这么厉害，实在是开不了口，让他别去。你好，你好，我也很开心认识你。那个时候，因为我。我大一的时候我就想，我说不一定，将来要做什么嘛，就把每一项都先开始。如果要考公的话，就要入党，不然只能考三不限，竞争太大了。然后如果考研的话，就要搞那个什么嘛。你好，我也很开心认识你。如果要工作的话，就要大一的寒假，还有大二暑假假期。真的，那真的不能笑，真的要当高冷这个高高，下午好，三不限就是不限你的专业，不限你的。三不限考的人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今天刚刚开题答辩完回来，也不能说刚刚了，开题答辩完回来。哦，不限你是否是党员，不限你的专业，然后对这个。这个人会非常非常多，所以我想说，那我就是考，就是学一个，我学的行政管理嘛，然后就是把这个专业限了之后，我再考一个党员的，就是会少，就是竞争的人会少，那个时候是这么想的。有没有觉得这个角度还挺可爱的？谢谢。哦，你们看到我这个封面了吗？这个封面是有一个粉丝画的，然后送给我的，真好，我喜欢。其实也是在看手机了，其实我在看我。对对对。啊，天哪，你都能认出，你都能认出他的画风。不愧是老河粉六六六。这个破网，这个破网。哎呀，播的我心情都不好了，就是讨厌。
哦，那还蛮勤劳的嘞。是我的网络问题。Sorry，我已经试过校园网页，试过开流量了，每一个都卡。不是不是，他是发给了别的前辈，他们不是有微博嘛，然后发给别的前辈，对，前辈转给我。因为我们还没有微博，就发不了图。前辈人也怪好，哎呀，这每天转校很多很多图呢。Yes，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好想自拍呀！如果这个直播有自拍这个功能就好了，可以在这里自拍一下。不会截到我刚刚这样的这个表情吧？算了，没事。哎，我看不见我自己。啊，可以了，可以了。我刚刚看不见我自己的脸了。这里也漂亮，我在这里大自拍、特自拍。那就，不过现在也是卡着的吧，又没有人发弹幕了。拜拜了。我就知道刚又卡了，我就知道不播了。烦死了，这个校园网，我恨校园网，因为老是卡，卡的我心情也不好，你们心情也不好了。现在笑不出来了，很难笑出来，因为这个网很破，再也不在学校直播。可是上次播的时候也好好的呀，大家也没说卡呀，是吧？所以我还想这次给你们播播呢，烦死了。塔斯汀要等他们两个结束，角度问题，上次也是一样的角度呀。应该够了，够了，应该够了。我看，我是几点开始播呢？反正应该是够了吧。没关系，角度上次也是躺在那里，这次也是躺在那里，凭什么？凭什么？钢筋多，还有这等玄学。行了哈，那拜拜喽，我们。我等他们好了去吃塔斯汀。拜拜。不生气，不生气。又赶上拜拜，没办法，都怪这个我，哼。冷漠的跟他说再见。